范思哲呀，范思哲，范闲送你去北齐历练，你怎么跑东南亚去了？在虚构的热带异域三边坡，繁茂与衰败交织，鱼龙混杂。郭麒麟饰演的打工小白沈星意外流落至此，开启冒险求生之旅。沈星在寻找舅舅途中结识神秘大佬蔡叔，一同踏上危险的边水之路。所谓边水，就是为毒贩秘密运送物资。起初，沈星只是单纯的运输司机，在强权夹缝中求存。这角色承载着生活重压，与郭麒麟以往的形象大不相同。他经历考验与挣扎，从迷茫恐惧逐渐成长为坚定勇敢之人。面对威胁和内心抉择，始终坚守底线和善良本心，彰显人性光辉。《边水往事》《全员演技派》是其一大亮点。郭麒麟颠覆形象，细腻诠释沈星的成长坚守。吴镇宇饰演的蔡叔展现深厚的表演功力，将调停者的形象刻画传神。游泳志、王迅、齐溪、蒋其明等主演也都突破以往，以精湛演技展现角色复杂性和内心世界，让观众感受人物命运起伏。这部剧不仅是悬疑冒险剧，还将深度探讨社会议题，呈现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挣扎抉择，如沈星面对诱惑的坚守，各方势力为利益的不择手段，同时揭示社会边缘人群的生存困境，涉及犯罪、毒品等敏感话题，引发对社会治理、人性善恶的思考，也为观众提供了反思社会现实的窗口。本剧由曾执导《烈日灼心》《李敏的猜想》导演曹保平担任监制，现象级热播剧《开端》的导演老算执导。凭借导演的出色叙事能力和原著的精彩故事，相信必定能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。《边水往事》将于8月16日中午12点上线，感兴趣的观众记得按时追剧。